好多人叫乖乖，其實係講一個唔知講廣東話唔了解廣東話嘅男仔，去中意咗一個中國籍女仔，而個女仔就唔識講英文嘅。佢遇到女主角之後咧，佢就開始好努力咁樣去學中文啦，同埋去寫中文。佢哋點樣溝通啊？點樣令個女仔對個男仔少注意啊？佢咁樣。好像有一样新的东西诞生了。